你们知道为啥大家把拉布拉多都叫拉布拉猪吗？有网友发了段视频，看完你也许就知道了。你瞅啥？我自己还不够吃呢。然后又有网友说，看看我家的，我也是服了。你问我现在山东有多热，我现在给你做个实验，这是一个鸡蛋，我们把它放这儿，给它磕到这儿，你就等五分钟，就等五分钟。咱就说你直接吃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，不用变身了再吃。接下来有网友说，你们听过有给狗画饼的吗？咱们不能这么下去。吃不到你就吃不到吧。他甚至还闻了闻地上有没有掉渣。随后有网友说，看看我家的像不像你下课冲向食堂的样子。这家伙难道去厨房给你做饭去了？最后有位网友说，我家的每天饭后都会去楼下溜达，愣是把自己从60斤溜达到了150斤。嗯，咱实在不行就给一口吧，瞅把这孩子饿的都好几分钟没吃饭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行了，明天见。